就让人上了瘾。百变天后蔡依林十四号与萧敬腾一同现身，为代言的摩托车厂牌造势，两人轮番带来精彩歌曲。卖力演唱的萧敬腾完全看不出其实身体为恙。对，感冒，待会要去看医生，住医院。为什么要住医院？要休息啊，休息一下。这次预计要住几天？大概两个小时吧。干嘛？一点汗油。打点滴啊！我想说为什么要进去住？应该是坐在那里等那个号码牌吧。合体吸睛的蔡依林与萧敬腾也被问到对于另一位天后萧亚轩代言同类广告的看法。不同机车他们的卖的广告不一样啊，所以也很喜欢他的广告。但是我们两个是，我们是所向无敌。两人的号召力是否真如萧敬腾所言，从台下粉丝热烈的反应看得出他们的超人气。